才七天没吃中餐的德国邻居竟然亲自送肉上门，让我挑战做三道菜。原来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和女儿一起吃顿中餐。湿湿水啦！作为交换，我给男邻居一颗青菜，让他亲手给我们做拿手沙拉。你可以不中餐吗？I will change three different tastes for you. Yeah. Okay? You need more. No, no, enough. Okay. 吃饭之前呢，先让大家看看我的宝贝菜园。今天不能叫中夫，邻居。我心脏受不了了。哎，荷兰岛啊，我们有荷兰岛啊。荷兰岛。荷兰岛。今天我们做好了欧里一个大姑姑。真的好大啊，这里的大苦瓜了。我们的最后的葱，我们用我们家的不粘锅来划个肉给大家看看。感谢所有娘家人的支持，最近忙着做专场活动，没有时间采购，就简单做一个鱼香肉丝吧。炸里脊肉条，不对，别好吃啊。沙拉的 best 沙拉的，没事没事，别的。别的，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嗯哼。我们先冷静啊。要，我再来一筷子，我还来。他给米饭多。米饭。Yeah。Perfect, bunches. You must taste this. Spicy? No, sour. 嗯。Hello, it's me. 不比呀，不互相。老伯伯爱你。我再也不是完全让我来搞搞。为什么？真香！哎呀，看见你 make this better than the papa 呀？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冬天吃哪？你啥时候去温州吃？包这个好吃。哪个？这个好吃。主要是不是超值？这是熬骨的，哎。这个是谁让你那个老粉呢？如果是我们家老粉的话，看过以前的视频，就相对比之下，男邻居跟小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。偶尔呢，他还会对自己的爸爸撒娇，两个人打闹。就连我们家光头哥都看得出来，邻居拿菜过来呢，就是想给女儿吃，知道自己的女儿喜欢吃中餐。呀呀 ，OK，Alex 啦 ，Start OK。Yeah， 烤肠，成功。